碗冰淇淋，电视速度与激动，冰淇淋。朋友是一个坚韧不拔的强人，在香港就是。You stupid. I got a pizza here.中国这条西呢，我做很多采访，很多，所以在一个采访，我有一个错误。你们准备？啊，一、二、三，两个礼拜以后 ，Come on， 速度与激情九，我是在两个礼拜以后，哦耶。你好，微博。现在我拍电影，但是我给手机吃饭，我不可以用我的手机，我们拍的时候，所以我现在拍这个，因为他们给我老干妈。